66.6万，哇，好吉利的数字。要么我搜一下哈，然后我们听一下之后。唱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他们说，选择怎么唱的？知心爱人是谁的歌呀？这个付笛真的人尽吗？你快点啊！来，我给你放出来了。嘿，这个好像是我妈喜欢的歌。哎，我以为十五的男神是那啥，我的男神还有我的爸爸，也是我的男神，是这首歌的吧？这首歌有一点点难，这个我不这样。这首歌今天白大哥我们点个收藏，然后我们来学好不好？因为我不是不会这首歌，我们换一首歌。换一首歌，嗯，啊，家人们，我们打个唱什么？这个关键这个歌不会，爱就爱了。我们学了，下次唱。选择。我没听到，没听到。你们散步啊？我看一下选择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要 VIP。选择是这样的路，家人们，你们唱的你们选的歌我们都没听过。你唱你会唱的吧？这样我们唱我们会唱的。不是我们唱，是你唱。那你唱啥？你唱一首民族歌曲吧。你们祝酒歌，等一下，家人们可以吗？让十五上那个，那这样哈，迪哥，让白大哥唱一那个，你是我的眼，我们俩一起唱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们喜不喜欢听你是我的眼？可以，你看唱迪哥都是让十五唱迪哥，你是我的眼，你们会不会唱？你是我的眼，你们听过吗？可以，那就唱你是我的眼。白大哥先起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唱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，我之前听你唱过一次。不是，家人们现在说的是让你，我惊奇的发现觉得你唱着好好听。你看家人们点赞都帮你点到67.3万了，好像是你又加唱的哈。不是，家人们都说让你唱。来唱一首彝族歌曲吧，都让你唱那个彝族歌曲。完了的啊！家人们，怎么变成我唱了呢？等一下，这样66万你来唱，待会儿88万我来唱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！哎呀，你哎，这网络怎么这么一直卡呀？是我。现在还卡吗？家人们，怎么总是卡呀？一起唱，白大哥先唱。啊，我的天，我们，你，然后66万你唱，然后88我来唱。好吧，啊，来，那就唱。我们先听白大哥唱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我们唱歌的规则吗？师傅，你来说一下吧。就是。白大哥唱歌的时候，大家帮忙点点赞，然后，不管好不好听，公屏打好听好听。没有没有，但是要发自内心的。好，开始。
家人们，好听两个字打起来吧，垃圾唱了。把耳朵清理好，听白大哥唱歌。不是我们俩一起吗？哎呀，你不要跟。我们俩一起的嘛。是嘞。我们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好听好听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，忘了掀开？家人们，我的天！我笑死了，太好听了，白大哥。啊！但是刚刚有一个评论，笑死我了。你是我的眼，倒是像水牛的声音。我声音都沙了。哎呀，白大哥最近有点感冒。算了，我不管好不好听都好不好听都打好听，好不好听都打好听，我们开个玩笑的。真的、啊，有个人像水牛的声音，我真的好搞笑。明明是上十五唱歌，然后最后十五又变成让我唱歌。我要唱啊！十五的跟班不好当呀。好，我说过了，我要唱那就必须唱，我说话算数的哈，家人们，来吧。家人们，我们帮十五点到多少万？集十五万去吧。然后我们让听十五唱一首歌。我会唱的歌不多，就那么一两首啊，家人们。然后再一点是我唱歌是真的很难听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包容一下我的声音，谢谢哈。然后我们没点粉丝团的，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十五加一个粉丝团吗？因为这个账号我们今天第一次直播，谢谢你们一直关注着我们，也谢谢你们一直支持着我们。十五这个地方信号真的好糟糕，一卡一卡的。对，十五唱彝族歌。你说是比如说，哎，那个，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我要唱啥歌，因为我唱的歌太少。哇，这么多人送了粉丝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！就是在这个地方点了关注的，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，然后点了关注的送一个粉丝团，可以吗？我唱500的歌，谢谢谢谢真的。我唱一首《梦醒时分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们听过《梦醒时分》吗？梦醒时分，手点麻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《梦醒时分》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好，可以。哇，谢谢加入十五的粉丝灯牌。好，这个我以前经常听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唱过。然后家人们，我声音真的是很难听，希望你们可以包容一下我的声音，因为你们都是我家人嘛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脸给豁出去了哈。家人们，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吗？如果加了粉丝团的，评论前面会有一个数字十五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灯牌，就是十五的家人的灯牌，明白吗？所以说你们点一下这个灯牌，免费的灯牌给十五点一点，可以吧？你看现在这个长春姐姐，然后绿叶有爱姐姐都是点了十五这个灯牌的。好，我放了，然后可以看到。我也有伴奏，青青姐姐一样的。我真的没唱过这首歌。等一下。不许不会，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。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是我啊？不，我意思这首歌歌词不好吗？没关系，你唱的歌我唱歌没有什么啊，听就行。我唱歌没有什么、没有什么那个的哈，开始了哈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有点害羞，我就哇，这么多人一直在送
粉丝团，谢谢。我就露个半边脸还在呢。家人们，我们把好听打出来。这样我们哎呀，差都没差，你就打好听，太那样不真实啊。不是不真实，是好听打出来，你的唱的会更好听。不行，不行，你要真的好听才打，那样不好。你差都没差，你就打好听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预备，开始。啊、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，你的，哎呀，你怎么在笑啊？你不要笑我吗？我没笑，我没笑。那我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张，你不要笑。好好好，这歌有点不合时宜，我觉得。你歌词不开听，不好听。你爱了对，歌词不好听。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望而烦之。这个怎么唱来着？你说哦，我知道。你说你感到望分聚散。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早知道是。下面，这个歌真的不太适合唱。我明明是这么开心的一个氛围，你为什么唱一首这么悲伤的一个歌呢？啊！家人们，换一首，打出来，换一首。不唱这首歌啊！换一首，家人们，打一个，换一首，好听，好听。家人们就挺不好意思的，真的不适合，不要唱这首歌。那我唱什么歌呢？别闹哈，别闹，换一首。那这样吧，我换个什么呢？忘情水。我的天，家人们，你们是真的真的能那啥啊、哦、网络怎么总是要一卡一卡的。画你，他们在点画你，会唱吗？画你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是一首歌的名字吧。我心语。那我就唱那个吧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就唱至少还有你吧。我只在乎你。这样至少还有你怎么样？好。可以吗？家人们，至少还有你，打在公屏上，师傅要唱至少你还有你了。这个歌可以，这个歌可以，可以。嗯，刚刚那首歌白大哥不爱听，然后他不喜欢，他在那儿感觉我唱这首歌他挺不开心的，那我就换一首吧。七十万，好，至少还有你，开始了哈。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你一起，为了你我愿意，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。家人们，满屏打好听。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能吸引不你。继续呀，师傅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好，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 纸，我总记得在哪里。谢谢家人们哈，就是你们多多包容一下，就是
我感觉我唱歌有点怪怪的，不知道，就是你们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们就勉为其难听一下，哈哈哈。然后家人们，我们满屏好听给石璐打出来，我觉得石璐唱歌真的巨好听，对不对？这样以后他会给我们唱更多的歌。不好听，真的是不好听。不好听。好听好听好听，真的好听，合唱复古。唱我是你的眼。朋友们的。哎。哎。那歌也唱完了，说到做到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好，很难听，像猪叫声一样，但是还是唱了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！充电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没电了？我们正在充着的，但是现在要拔了。师傅，因为师傅要去割猪草。对，今晚上的猪食的还没有一个着落。啊，卡掉人了。一直卡吗？一直卡卡卡，非常卡，不知道为啥。走吧，过去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行不行，不行的话就那啥。我的天！家人们，这是十五的家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以后就认准这个地方，哈哈哈。人美心善，唱啥都好听，我们就把人美心善再次打在公屏上，可以吗？因为十五真的是一个人美心善的姑娘，背背楼。背背楼，这啊，就在这里。哎，往上走吧，去往那个沈哥那里也可以，在这里也可以，看你来。那看你呀。我怕你走得太远了。我没关系啊，我反正是你的小跟班，对吧，家人们？人美心善，唱啊，对。我们全屏打人美心善可以吗，家人们？哇，这看到没有，真的很美。那儿还有一家烟囱，你看没有，有烟子开始做晚饭了。师傅，我们什么时候做晚饭呀？